刚才四木闯开船，还对到老魏，我看他是活够了。尸体在哪发现的？在林子猴洞的花场。二哥，让我看一眼。开队长的车，把他给我绑走。是。别让我再看见他。 报警没有？已经报上去了。老板，来坐。
你晚上想清楚吗？ 老马，老火枪了，你应该晓得私下犯奸违法，幸好是被你们胡段的那个小半截发现。他来点的呀？也多亏老歪死了。老五晓得吗？跟他没关系啊。 跟哪壶交易？能吃我这么多纱巾，你说跟谁啊？老板，过去你犯的事不小，这些年屁股也不干净，这么多钱你能交代清楚？要是把你交上去，你后半辈子就折了。 老师，人请来了吗？还要多久？老外那边什么情况？副矿队包上去了。沈老板那边，听说想去紫梅林。 他这是着急了，再想后招。我听说那紫梅岭吃人，他真敢去。老白不该死。 昨天啥子不？不，不是拉倒哦。老子跟你讲哈，往前走还有两三百公里哦，到时候你要是饿了，你自己找到哦。老子才不管你停噻，听到哈？老板，来两碗米线。 小半截要跑，刚带的，你哪里去啊？老子靠臭脸把邱老板的娃儿请医生，结果啊，路遭冲垮了，现在只能绕道。
哎呀，让这帮臭狗我看，我会看病，带我回去。拉个后端给我，我咋没见过你？五个核断的。哎呀，你莫听他乱说，一个小板件，他懂啥子？走。我上过两天微信，你不信可以看我包，里面有个小药盒。 打他主意哦，吴哥喊我送他走的哦，我可不敢往回送哈。去，你们现在开到城里，再回来，起码得三天了吧？能去城里请医生，恐怕不是小病小伤。你们耽误得起吗？同样，就人的事情，人我们得走，其他事情就不要管了。 吴哥那边我们会上求解给他个招呼的。吴哥你得罪不起，求解你就得罪得起啊！求解那玩意儿又是个三长两短，单老板不得放过我们的。你带走吧。 你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了？会不会又是假的呀？看来是真的呀！官司的一天一天的不见人。 姊妹领子地头给我，要不然我死定了。老单他抓了我的短儿，老歪一死，老单这是急了想跑路了。老马，你说单老板会不会是猫头鹰啊？吴子。 咱俩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我要是出了事儿，第一个受累的不是你吗？你这是在求我呀，还是威胁我？我求你，你把地图给我，我立马滚蛋。老马，我能忍你。 是为了情分，你别得寸进尺。你给我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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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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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五哥，我们还真赶得呢，这少干一天就少一天的钱呢。对头，五哥又不是只有这一锅活断，我们不能干耗去啊。五哥，你说句话，我们赶紧。 自己锅头不得吃嘞，我来喊人家呢。都是一家人嘛，有饭没大家吃嘛？咋个说？要像我们的活断？说话咋那么难听啊？啥子你们的我们的？还不都是五个嘞？你这个结巴壳子，老子今天把你废了！你。 我得把他衣服脱了。你真会看病。出国之前上过两年卫校，翻个儿。应该早点送大点医院的，现在怕是来不及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来不及了？你看见那个小红点了吗？应该是在后山被蜱虫咬了。 感染了森林脑炎，这种病初步症状和感冒一样，伴着呕吐，耽误不起，一旦高烧不退，就完蛋了。快被抓去城里！来不及，他再烧一晚上就扛不住了，送到城里也够呛。你就说能不能治？ 我有个条件，你要多少金子？我不要金子，等我治好了巴图尔，让我留在你的河段。行。要救我回来，弄死你！你们都出去。干啥？森林脑炎是急性传染病，传染性很强，去找白醋。 把屋子里里外外都撒一遍。去。去偷把毛巾。你也出去。
确实见底了，但湖段上无了动静。暂时的，夹不住两段肉手。河段见了底，是老天爷不赏饭吃，大家别相互埋怨，从今往后就合在一块干。雨季马上就要到了啊，得抓点紧。等这季结束，哪怕我自己少挣点，我会给你们找补回来。 不会亏了大家。老六，今天的事儿是你挑的头吧？罚一个月的杀金。胡子，从今天开始，马德堡就不再是我们队上的人了。河段上以后有事情，大家可以直接来找我。 说你跑回来了，一个啥也不行。现在四五成的传开了，想想啥？现在四五成的传开了，你醒了还会看病了。其实八腿就是在后山受了惊吓，再加上着了点凉，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。之前的土方子给耽误了，还好我身上带了抗生素。这药在国内不通，但是在这种地方就能救命。 你千万别跟他们说，没跟老善，跟秋姐唠实话，别往严重的说才能谈条件。放心吧，那这回啊，能管他要死，无时可。我就是想留下来。哎呀，你走回来是师傅，咱河段让人捡低了，先到河边那打出去。什么意思？ 老歪在哪儿？老歪，今天才知道你姓郑，咋的被叫了一辈子歪呢？
无论你打，咱们都受伤。为什么害我？不说是吧？老子有的是时间。是你什么人？烧也退了，再吃几天药就差不多了。秋姐，您之前说的话还作数吗？让我留在您的河段。那你先说说。吴静超为什么赶你走？嫌我不老实，添乱。那你老实吗？四牧场不缺老老实实的淘金客。我读过书，会看病，我对你有用。你有五个喜欢老实的，我喜欢脑子好。就踏实待我这儿。我不会拿我儿子的命诓人，白纸黑字，看看。今儿怎么没上工啊？阿来，我这回不走了，去秋姐河段上。咱们以后不在一个队上了。不过还同屋，有什么事儿还能互相照应着。好嘞，好嘞，谁干的？妈的包，大爷，人被吴哥赶走了。你搞快点个些，上个羊烧到哪辈子去？先把衣服脱了吧。
看看你身上还有没有什么伤。脱啊！我不高了。不能不上，皮外伤是小事儿。慢一点。儿子，你莫招她，她是个女娃子。淘金这个行当不能招女的，我不要她，她就当着我的面把头发全剃光了，比个男娃子还凶。我就安排她检查下宫，不用被搜身。那些淘金客不知道她是女娃，就不会欺负她的。你也不要欺负他。您放心吧，老爷子，阿来是我朋友。你也是我招进来的，给我撂个底，为啥来这淘金？我爸生病了，治病需要很多钱。他们不都是说淘金能挣到大钱吗？你没说实话，孩子，不要以为自己能看得清人好人坏。这里的人好坏不写脸上。老爸也跟我说过一样的话。离老山那帮人远点儿。老爷子，您看人看得清，您告诉我，武建超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把他绑走喽！武金超在火段上当着所有的外海人把他给踢了。好事！你这招够狠，把他抬到武石的家，再通过阿来的手一抓，钱和沙金都是我们的。把他逼走，武建超身边得谋的人了。你盯着老马，地图还没给我搞到手，不能让他这么容易就走喽。你跑来干什么呀？无奔万里，可干。爹什么坏尿了一块滋出来？老妈，乌间草在淮海人高咱俩，周景的事就真的不要想了。就算你辛辛苦苦弄个正规采金证，包个后端干个两三年，跑个成本还剩几个钱？
你看这四木厂现在囤着多少金子？老外那事很快就会有人下来查了，再不整就来不及了。你要洗厂？你听好了，老子就算走投无路，还不到当奸匪的地步吧？二八，三七。新来的小半斤，你吃，我给你剥。多亏你，八兔儿没事了。应该的。你没上过微笑吧？八兔儿得的也不是什么脑炎。别怕，我就是随便问。撒谎了，不过我妈在卫生所上班，经常给人看头疼脑热什么的，多少懂一点，不敢乱来。就这么想留下来？想挣钱。木厂和的金厂多了，为什么非要在四木厂？我哥原来在这干过。你哥也是淘金客？四木厂的，没干过多久就走了。姐，出事了，我们队长有人被副矿队抓了。对，现在你说了算。哎呀，咱是的，以后还得靠你和秋姐多照顾咱。车队的，嗯，自己干还是替别人？有自己的，也有别人的。
带他去河段点人，让主官都带走。秋姐，没得好多杀菌的，人你可以领走，交点罚款都可以了噻。不是杀菌，这里头有鸭屎。我听我哥说过，把黄酮掺进鸭饲料里，鸭子吃了以后，随粪便排出，然后这黄酮的颜色就变得和杀菌几乎一样，很难用肉眼看出来。是黄铜。你是不是也看出来那是黄铜了？铜墨扎手，一搓就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说呢？明知道他们要敲你竹杠。我一个女人想在四木厂混，谁都得罪不起。敲就敲吧，没多少钱，就当送我人情。你又为什么容我验杀呢？大家停一停，我有事跟大家说。从今天起，我让宝金帮我打理河段，以后河段上的事都找他，都帮衬。给你个功劳，好付出。干活吧。知道四木厂是怎么形成的吗？上流的盐津被风化侵蚀，顺着河流冲击到河床上，就成了沙金。我们现在淘的每一粒沙金，有的已经几千几万年，有的已经沉积了几十万年，挖干了还会重新沉积，周而复始。他们才是这四木厂的主人。我们这些淘金的都是过客，却都争着抢着想把命搭在这儿。你说这是贪心，还是愚蠢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不管再过多长时间，核弹总有见底的一天。其实人心也有。贪心也好，愚蠢也罢，最后是金是铜，是泥是沙，总会看清楚的。不要跟我走。我总觉得四木厂要出大事儿，心里都不踏实。哎，听说。按着八字儿，是不是跟金子不合呀？才来没几天，
咋都遇上这么多倒霉事儿。那看人报警，一下就升官。在那女的合作案里，一定横着走。要不咱俩投奔报警吧？啊？我不走。中，都你倔。再被别人欺负了，你别来找俺俩啊！糟了，纱巾是老刘给的，他想打听我们这边的消息，背后不知道是不是吴建草。还好你之前把纱巾换了，不然被抓个把柄，被动。去查一下陈宝金，我要知道吴建超为什么见不得他留在这儿。